来到了宠物市场，然后这里有好多小猫，都在睡觉，不愿意动。猫还真的懒，碰它的爪子都不肯动啊！醒醒醒醒，黑门，也太懒了吧！这只，哎这只，哎它这里叫，喵喵，汪汪汪，好像发错声音了我。下面的一直在叫，这鸟，这啥鸟？鹦鹉吗？这边的鸟跟那边的猫就形成鲜明的对比，那边的猫都在睡觉，这边鸟都在叫，都在蹦蹦跳跳。哎呀，哎，它的眼珠子是蓝色的。还不给我奶喝？走。肥肉还是怀孕呢？请告诉我你的腰围是多少，让你门口的那些猫对比一下，你有没有羞愧之感？你不表情，那耳朵用那个弄着，就是防止它的耳朵折叠起来吧，应该是。它是扎起来，感觉像跟人一样，弄了那种发箍一样。是这样子的，生意好不好？就是过来看猫的人多多。我们都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卖，因为我都是做快速客。觉得你这边的猫会比较活泼一点，看到其他店面猫都在睡觉，你这里的猫起码还是醒着的。王八，小王八。没有大王吧？哇，好多鱼！哇，你看那只看着我们，那只看着我们，蓝色的眼睛哎，没管家管，让宝贝，来收到。回头看一下镜头行不行啊？在这花鸟市场，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鹦鹉、鸟，还有阿猫阿狗，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鱼，还有一些特别丑的鱼，还有一些乌龟王八什么的。我们刚刚花了15块钱买了这个鱼缸，现在来准备挑一下这些金鱼。我就要有黑色那么蓝。找条丑点的鱼。哎哎，黑梅。发现少了几条小鱼，是不是已经被那几条大鱼给吞了？选哪种海草？给你们提供点氧气。这一锅鱼全鱼、啊、谁说的？还有素菜呢，没看到那海草吗？那个清道夫真的很安静，全部鱼就它不再动。谢谢。满满的一锅鱼，回去先养一段时间先，再想想该怎么蒸还是煮好呢。